谢谢耶稣。我知道耶稣尔德。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你叫耶稣。더어려운일없어?我帮着忙吧，打打野。没事儿，那女枪有大步流星，跑得快。行，自己打吧，撤了。嗯，没有大步流星。出门慢，送一半。这小子防御天赋，多兰剑。嘿呦我操！现在我发现他捡的都出多兰剑啊。为啥不出多兰戒呢？完了，他一个兵也不补了，开始一个兵也不补，确实行啊。上！行。嗯？哎，为啥这王八能追上我呀？一换一其实俺们赚了，只是王八穴位有点小亏啊。他们家日女儿跑上路来了，我天，这真是服了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看着点吧，看着点他们家打野，不是打野呀，看着点他们家辅助。啊！这肯定是不可能让你好好弄的啊，小妹妹，你给我死！这肯定是不能让你好好收这个车。回家，爆炸了！他已经爆炸了。길만알려줘上线吃了四个兵，我们吃12个兵，他吃四个兵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
两个眼儿给他插上。卡一波小线儿。哎，可恶了啊、哦！他现在只有两个字能做，第一挂机，第二是打野。我们就吃狗屎的。哎，不行，这波吃屎的话，可能馅儿吃不到了，不行。好，可以去了。咱也不动，给他卡住，我就吃个死。好，他没看见我来，嘿呦天哪！我六级的猴，你俩敢抓我？啊！我一个六级的猴，你俩敢抓我？佛爷哥，你俩是不想活了？我一看呢。我拿个双杀。玩嘛来的真快呀、啊！这他都敢抓，我这真是没想到。是他两层打皮，我们有点无敌。GG 了，那已然是 GG 了。咱相差700，1000块钱。不行你就杀他呗，他没多少血，关键是。我EAW牛 A 绝双 Q 平 A 平 A。我EA Q 一下，哎呀！我们已然是可以跟他随便拼了啊！你确定要越他吗？这干哈呢？这佛爷哥呀！这怎么回事？啊，他有那什么？他有结界，真难。他有结界，给我们发条技能挡了。不是我没魔抗，他把发条技能挡了，发条没进来。我放 W 也没什么问题啊，我放 W 他多弹啊，
要不然他不也是谈王八跟我吗？我让他 W 多谈一个呗。他一共就那么多次数，一共好像谈五回吧。好大呀！上塔没了。你不用点上塔必没，我三下出来这塔不可能能不没。我让他吃这波，你可以杀他。玩吧，伤害不够吧？伤害够，哎，항상최고를추구해。你咋那么狠呢？谁允许你在我面前玩的？中塔也没了，我拆塔老快了，你们还敢没人守我的塔，直接没。我一人吃十层塔皮。我们来的时候是零块钱，走的时候是3200。等一下啊，这波不回。卸手了。鞋还不用卖。直接聚酒，聚什么酒？我看你像聚酒，聚酒，出蟹手，出什么聚酒？这里边有针眼儿。玩吧 ，double Q 了，你不上跳弹吗？这，哎呀，这好像不好追呀、啊，妹妹，这咋追？没法追。下路二塔给他拔了吧，反正也没人守。这塔都没人守啊，不守塔这不都给你拔了吗？跑得有点快。把这峡谷打了。
峡谷其实可以要啊。我觉得直接打都没什么问题。他们也不敢过来呀。没事儿，把峡谷打完再那啥呗。我们正好升个十一，峡谷打完再打小龙呗。那小龙也是我们的，对面根本就没能力守。守小龙中路不美了吗？塔还有了吗？过来。真守啊！哎，这小龙你们都敢守啊？不好意思，高地没了。你想给先锋加血？那不行。再创一头，我直接给他全拆了，我直接给他全拆没，我看谁还敢，谁还敢不回家，还要抢小龙，姐，给你们狠的。我的魔宗呢？这 AD 为什么用闪现打红啊？很莫名其妙啊！모든상황에대비해他怕我抢，我才懒得抢他那玩意儿呢。谁吸的钥匙？哦呦，完了，狼了一波，有点疼啊！小狼了一手，不过没事儿，他们家佛爷哥挂机了，对面先投的，对面先投降。这几个大傻逼，傻子怎么说？